Mira 六场演唱会好快咧就已经嚟到尾声，昨晚完成咗第五场演唱会之后，佢哋咧已经好唔舍得啦，仲喺舞台嚟咗张大合照，同时亦都各自喺社交平台留言。Eden 咧就话今晚要放尽 ，Frankie 咧就希望大家尽情享受，而 Stanley 咧更加放咗肌肉相，话苦练节食咗三个星期，就系咧为咗呢30秒，所以咧今晚要爆尽，希望咧大家俾足200% 嘅力量。Elton 咧更加话 Mira 嘅团队无所不能，而 AK 就话感激身边有你。至于欧锦棠同埋老婆万思敏呢晚咧原本要排戏，都抽空嚟捧徒弟 AK 场啊！就特登 send 咗张相俾我，师傅得唔得啊？咁梗系得啦，我就六合一，你就一分六，冇啦。你都觉得正嘅？咁我都体育嘅，系正嘅。昨晚咧，亦都一样有好多圈中人嚟捧场。古巨基咧就赞 Mira 出道两年咧就已经好有压台感，多谢佢哋为乐坛摩打加入咗新嘅电视。而蔡一智、关心妍夫妇咧亦都有到场。至于同 Mira 拍过男排女将嘅邓丽欣，仲发文话见到每个人嘅努力，感动到眼红红。亦都正如花姐留言叫 Mira 最后一晚咧要好好咁样享受舞台一样，台上台下有几尽咧就去到几尽啦。